小晴。 等你好久了，你们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要去青烟村，阿尤，你要跟着我们去吗？要的，月姑娘，那个青烟村是我以前住的地方，那儿我比小晴更熟，这次我带路。好吧。哎，这下怎么又能一起上路了？ 干嘛这么身份？月姑娘是小晴的好朋友，你又是月姑娘师弟，冲着我和小晴的关系，你就是我亲兄弟啊，是吧，修兄弟？哼哼哼，修兄弟，我桑有想做的事，可没有做不到。今天，作为兄弟的证明，就让我们亲热的勾肩搭背吧。 青梅，我发现了一个线索，不知是否有帮助。我们在卢龙军营地见到的那个黑袍人，很可能是天师门的孟章掌门。什么？嘘，所以那个阵法，天师门会是一条重要线索。嗯，明白了。等回来后，我把天师门的相关记录都翻出来。嗯，月姐姐刚才见到师傅的时候，为什么没说这个啊？你是不是在想？ 我刚才为何没说这件事？嗯，孟章毕竟是仙盟盟主，若真有证据能证明他是黑袍人，再告诉真人也不迟。嗯，我明白了。如果真的是他，我立刻告知师傅。好。我就不信了，我今天碰不到你。别闹了，出发吧。